谁？但是你的真正身份是谁？我觉得像六这样的人虽然一直都很低调，但凭他所做的事情，在这个大事件里不可能是一个无名小卒。王老没有马上的回答我，他背对着我坐着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之前曾经说过的话：回家九重门。他的手慢慢地抬了起来，在自己胸前摸索，我马上进去把枪